老板吧，我的眼珠子哎，有没有？这大过年的，不过他看起来好像真的挺可怜的。嘿，老兄，过年了，不如咱俩一起骑我的猪回去吧？我的猪可能驮了。 少年，谢谢你送我回家，这个宝箱就送给你了。我先走一步，后会有期。好，拜拜。